接下来请收看善知识法语。下面咱将第一条情节解文的前半段念一遍。若菩萨自对机界，以一日一夜中，六佛在世，六佛塔庙，若法若经观，若菩萨修多罗宗，若菩萨摩得力克宗，若比丘经，若十方世界大菩萨众，若不晓得供养，乃至一地，乃至不依一句赞叹三宝功德，乃至不能一点静心者，是名为幻众得幻。上面咱所念这段，就是第一条情节的解文前半段。下面咱就将这段简单一句一句解说起来。第一句叫菩萨，就是指所有受过菩萨戒的菩萨。第二句住律机戒，住就是安住这一住。住律机戒就是安住的佛的戒法，按照戒律为基来过生活。要会当住律机戒，必须要有基本的条件，就是这位菩萨精神心态一切都正常，在发心受菩萨戒以后，也无破戒，也无下戒，也无犯戒，也精神正常，心也无乱去，也无变作白痴或者有发狂的情形。佛精神心态正常的基本条件，才会当安住的伊所修的菩萨戒法。安住的菩萨戒法叫做住律机戒。咱伫遮来补充一下，要未受菩萨戒的人，嘛毋通以为讲家己要未受菩萨戒，所以毋是菩萨，对西犯遮戒。咱未使安尼想，因为咱虽然也未修改，将来一定会修的。因为咱将来拢要成佛啊，在十方世界并无迄款无受持菩萨戒的佛。每一尊佛拢是由遵守菩萨戒的自发精神来的。所以咱虽然也未修菩萨戒，嘛是爱练习来遵守。下面讲第三句的经文，以一日一夜中，就是在一暝一日内面，也就是一天24点钟当中，譬如对今仔早起6点算起，到明仔早起6点，安尼就是一日一夜。咱爱注意，这并不是讲做一日一夜就好，是甲咱每一工拢爱安尼做。对三宝拢爱恭敬供养，所以即句以一日一夜中，意思就是伫每一工当中。下面一大段一概文，就是伫说明三宝的内容。咱先看，若佛在世，若佛塔庙，这两句就是指佛宝。若佛在世，就是如果是佛在世时，佛宝就是佛本人。若佛塔庙，这就是讲如果佛已经入涅槃，不在世啊。但是佛的塔和庙还在世间，佛的塔庙也是代表佛宝。佛的塔庙时时都在提醒咱，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了。
咱对会恭敬，就是恭敬咱家己的佛性，恭敬自性的佛。提醒咱家己爱提佛性出来用哦，唔通专门用烦恼啊！提醒咱爱做快乐的佛，唔通做烦恼的凡夫。盖本即句若佛塔庙，塔原来的意思是供养佛舍利的所在。本来伫印度，佛的塔拢是伫供养佛的舍利，其他嘛为圣人阿罗汉的塔。伫台湾有一挂塔，是专门伫供养一般人的骨头夫。但是盖文讲佛塔，就是专门指供养佛舍利的所在。叫佛塔庙，伫遮佛的庙，就是指供养佛像的所在。供养佛像的所在，就亲像佛亲自现前伫遐共款。咱伫遮小块来介绍佛像的来源。伫释迦牟尼佛在世时，伊有一段时间上去道立天为伊的母亲说法，结果伫人间的大众看无着佛，心中非常的思念，所以国王就派人做了一尊的佛像。伊思念佛的时，就去亲近佛像，静静来思维。思维会以前所讲的话，所教的教法。当佛对天顶倒转来人间的时，这尊佛像竟然会爬起来迎接佛，向佛顶礼。当时佛马向佛像来顶礼。佛为什么马向佛像来顶礼呢？因为佛像就是佛的代表，伊嘛是留伫世间安慰后世一切众生的佛，后世一切无福报因缘和亲近佛的人，会当由佛像得到安慰和启发，亲像佛在世共款。因为佛像有这个无限的功德，会当救度后世一切众生，所以佛亲自向佛像顶礼。上面若佛在世，若佛塔庙这两句，就是在讲佛宝。下面有四句的概文是指法宝。第一句若佛，若佛这两字是一个总说明，就是指着佛所讲的一切法门。下一句盖文讲若经卷，若经卷就是指经典。古在经典并不是像咱现在用的册本安尼订做一本一本，古在的经典是记录的规条长长的纸顶面卷起来，所以叫做经卷。咱讲一卷就是一卷。在佛在世时，是用经句来演讲佛法、教导弟子。当时并无文字的记录，所以并无经典。经典是佛灭度以后，弟子将伊所讲的话用文字记录整理出来，才有的。释迦牟尼佛有一位弟子，记忆力非常好，而且伊听佛讲上济经，伊名做阿难。因为伊听闻上济，大家尊称伊是道闻第一。伊背诵佛经的功能，亲像上好的录音机，可以将佛所讲的话由头到尾
一字不差背出来。咱的经典都是伊上台去背诵，才记录出来。下面一句偈文讲：若菩萨修多罗僧，修多罗这三字，咱前面讲过，就是指经典。伊是用印度梵文的发音翻译过来，伊的本意就是山。印度人用山来供花做花环，山嘛会当供竹啊，变作桂冠。像破莲、莲珠拢是安尼供出来，因为经典就是将真好的义理，一行一行真有趣地用文字表达出来。亲像山，甲一蕊一蕊真水的花，一粒一粒的珠宝，更做花同款。所以用山，用修多罗来代表经典。修多罗种一种，就是亲像宝藏。经典内面藏了真济宝藏，所以叫做修多罗种。咱若是去开发宝藏，就会得到宝，使人真富有。咱若是读经中，也会得到宝，使人永远富有用不尽。若菩萨修多罗僧，这就是指得加大乘菩萨爱安怎修行这款经典的宝藏，也就是大乘经典的经藏。下面一句讲：若菩萨摩得力克藏，咱伫总票已经讲过，摩得力克就是论，论就是咧讨论经，伫解说经的论文。如果个这论文拢集做伙，就总称作论宗，也就是论文的宝藏。这句偈文若菩萨摩得力克藏，这就是在解释菩萨界的论宗，讲菩萨要安怎修行的论宗。上面这四句偈文：若法、若经观、若菩萨修多罗宗、若菩萨摩得力克藏，拢是在讲法宝。法宝嘛是咱应该敬仰的对象。下面两句的偈文是在讲净宝，偈文是：若比丘净，若十方世界大菩萨众。这两句就是指出净宝来。若比丘净，就是指出家修250条比丘戒的修行人。比丘有小乘声闻的比丘，也有大乘菩萨的比丘。修250条声闻戒的比丘，就是小乘声闻比丘。如果有修菩萨戒的比丘，就是大乘菩萨比丘。不管是大乘也是小乘的比丘经，咱拢共款爱提出咱的恭敬心，平等来恭敬供养。咱若是无平等去供养，是咱有问题，并不是讲对方会安怎。咱若是无平等受供养，就是咱家己平等这款的美德也未开发出来。这是咱家己的个性，是咱家己的唔好，无福报。对因是无甚物影响，毋是讲因的计较会吃醋。下一句偈文讲：若十方世界大菩萨众，这句偈文伊所包含的范围得真大。十方世界是这个宇宙中尽虚空变化界所有的世界。
所有的世界里面都有很多修行的菩萨，菩萨还有很多赞助，就像我们读书有一年二年，有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菩萨也是一样。我们若说大乘菩萨，说三贤十圣，三贤包括十住、十行、十回向，这里面就有三十个位处、三十个年级。三贤十圣，十圣就是我们说十地菩萨，由初地到十地，这十年级都是。所以说，若十方世界大菩萨众，这就把宇宙中所有菩萨都包含在里面。我们要注意，菩萨的形象是不一定的。譬如说像地藏王菩萨，他就是现出家的像。像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我们平常看像是现在家的像。甚至像威德护法尊天菩萨，一现的都是天人的像。菩萨也可以现作林妈妈的像，也可以现作林师父的像，也可以现作林朋友的像，甚至也可以现作是林子的像。不管他现什么款的像，只要依照菩萨界的原则来修行，他都是菩萨，都算净宝。净这字的意思，本意是清净、和合的意思，并不一定是指现出家形象的人。像观音菩萨，他就是现在家的形象，他也是净宝。上面这两句偈文，若比丘经，若十方世界大菩萨众，就是讲出净宝，也就是我们要供养的对象。如果是修了菩萨界的菩萨，心就必须要安住在佛的戒法，照戒律为宜来过生活。每天心口意三方面都必须好好善用，来修供养三宝的功德。供养三宝分作佛、法经三方面。在佛宝方面，那是佛在世，得供养佛本身；那是佛不在世，得供养佛的塔庙。在法宝方面，或者供养经典，或者供养菩萨的经藏，或者供养菩萨的论宗。在净宝方面，或者供养比丘经，或者供养十方世界大菩萨众。下面的偈文是教咱爱安怎做，讲出最起码的做法。如果咱连下面所讲这种上起码的做法都不去做，就是犯戒。盖文公若不晓得供养，若不晓得供养，就是如果不多多少少受供养。当然供养较济是较好，会当增加家己的福报。晓得一少就是少，多就是济，较济的供养那是做袂到。咱嘛爱做较少的供养。该文晓得供养，就是教咱随分随得，爱多多少少有所供养。供养到底是偌济算济，偌少算少呢？这是看咱个人的能力来决定。譬如讲，你实在有时间、有能力，会当拜三百拜。
但是你只有拜三十拜，安尼就是有较少啊。因为无尽心尽力的缘故，就是少。咱来注意，才讲孝道供养，供养并不一定爱用钱。无钱的人嘛，不一定爱用钱去买香、花、灯果。咱会使用咱的身体来供养，用咱的事业来顶礼，恭敬虔诚礼拜，这就是供养啊。用咱的身体为三宝做工课，这嘛是事业的供养。咱教会所教为众生服务，教会所教来修行，这嘛是供养。也是故盖文公乃至一代，这是讲到事业的供养，最少在一暝一日当中，嘛爱做到拜一拜，向三宝各拜一拜。唔通讲别个较感性、较平淡，隆重拜一拜就好，安尼就想过贪便宜，嘛想过害大咯。结果乃至一代是讲最少的很多，最少的供养，也要做到顶礼一拜，对三宝各顶礼一拜。一代就是行一个礼，拜一拜的意思。认识中华国际诗食协会。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为此慈悲置业成立中华国际施食协会，推广大乘佛教上供下施之慈悲法门，体认世尊施设此法之慈悲本怀，如此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布施者亦得福，实为名扬两利之善行，修施食与烟供法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不仅布施六道众生，可以增长布施者福禄寿财，生生世世福寿长，善根具足，也因为布施鬼道众生与众生结善缘，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碍，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事业有所注意。国际万场烟供自1004年4月11日起至2011年4月23日中午止，海内外共30万3025场，布施蚂蚁小鱼自2005年5月21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止，海内外共12311次。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陈真护生员义工，工作时间每月第四个星期日，工作内容除草打扫环境，洽询电话06-2716-616或06-2716-612，06-2716-616或06-2716-612，洽询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衣，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量体温。华严专宗学院研究所暨推广部招生中，凡有兴趣学习华严的正信者，欢迎报名。报名申请入学资格：一、大学部正修生，高中以上；二、研究所正修生，大专含同等学历，或佛学院高级部毕业者。台籍、外籍学生及大陆法师兼收，现女众50岁以下，正信佛教徒。报名方式：上网下载报名表，请务必注明姓名、地址、电话，并以 Word 及 PDF 档案格式寄至 email 信箱，或电洽教务处02-2341-4760，
02-2341-4760， 推广部02-2321-3319， 02-2321-3319， 地址台北市中正区暨南路二段44号。在法身一界之中，没有任何事物不是清净圆满的。从上方的圣者坛城到下方的地狱世界，一切都是平等的清净圆满。因此，不论是在痛苦的状态或在觉醒的状态，都没有差别。诸佛与有情众生之间也没有不同。此外，这不是刚刚创造的事物，而是自始即任运现前，因此佛果法身是自明的觉性，透过上师的指导而当下得见，并且由于它并非可修得或达到的，故它是清净的圆满。除了这个之外，我没有其他可教导的，所以要好好把它放在心中。卡千女，卡千公主，错家佛母请求上师莲华生大士为上中下根者的利益开示这三种禅修的教言，他为后世记录下这些教言。由于这些教法并非为了在当时宣扬，错家佛母便将它们藏匿起来，而成为珍贵的地福藏。愿具有业缘的瑜伽士得遇这些教法，未来当有福报的你们得遇这些法教时，一，你对见地自信的了悟也许有如海洋，但仍应守护最细微的世俗因果。二，你可能已了解法性自信的大海，但仍应保持不散乱的禅修，有如黄金打造的柱子。三，你可能已经了悟广阔心的枉然状态，但仍要守护你的三昧耶与戒律，让它们稳定且无有损坏。四，你可能已经获得如海般法性自信的了证，但仍要敬重崇高的上师众，有如你头上的冠冕。五，你慈爱的心也许没有偏私，但仍应满足你的伴侣与所有法友的愿望。六，你也许已经看见佛与一切众生的平等性，但仍应避免如毒药般的十不善业与其果报。